iPhone 16将更加节能。据报道，三星正在为苹果开发先进的 OLED 技术，该技术将为即将推出的 iPhone 16提供更为省电的显示屏。这一新的材料组包括调节光学性能的覆盖层 CPL 等组件，由专业制造商供应，并由三星组装。材料组的不同成分可以影响 OLED 面板的性能，包括寿命、亮度和色彩准确性等因素。今年四月，三星为 iPhone 15使用了 M12 材料组，为了提高 OLED 面板的能效，专门为苹果2024年 iPhone 开发了新的 M14 材料组。分析师尹大亨指出，三星致力于使用蓝色磷光材料降低 OLED 面板的整体功耗。M14 材料组将延伸至2025年的 iPhone 17。